眼前的这一切真的是让媒体小伙伴们的眼睛不够用了。就在昨晚，第63届世界小姐大赛北京观赛区总决赛隆重举行，经过层层筛选，共有40位佳丽云集京东金海湖，展示靓丽风姿。比赛当晚，前奥运冠军李小双也应邀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。美就太多的定义了，不完全是她的长相，最起码有一种标准吧，她的才华，她的意识，对社会的这种一种认识。